你你你你你你跑这样干啥？过来，我都要投降。人家你做好了，人家的噩梦也开始了。肯定是你啊，是江里喝辣的，我心里吃了呗。大人，今中午也给我做加辣加辣的菜，叫老娘我也解解馋。大锤，这都喂到我大壮拿你是死死的呀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大锤，我喜欢吃五香的呀。瞧你那穷，再叫你吃来，真是个狗腿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今天做麻辣羊肠，伙计们点个小爱心，上我来家喝汤。说了吗，壮哥？说了了呀。走，叫你自个抬过来，自己抬去。咦，壮哥，走走走，我抬过来，走走走走。咦，走吧走吧。咦，走你妈上我也别坐这椅子，那我上我坐啥呀？先留着动作，我飘回去。去腥四件套，太子不能少。这个时候你少了火，不也会有火？你干成干不成啊？肉捞出来洗洗。你小子什么挑我的洗脸？砸我脚的时候你也不说了。有热下入说人说皮说嘴说我说人说个大缸里头放香，这辣椒有点辣，咱少放一点缸里头大料炒干水分爆香，豆瓣酱辣妹子。我跟你们说，就这大料我这一个都香，要倒出来放在里边也是香的，你放也是香。生抽老抽耗油，大块葱姜花椒酒半瓶，鸡精盐胡椒粉麻个味儿，水滚下入羊汤子，看啥看你也想加进来？趁煮的时间落个落沫，兄弟们，这麻辣羊肠咋能少了落沫？翻沫！咦我咦我这馍翻的跟你那样子样，黑不溜秋的，转你吃，我吃我就吃。熄火出锅，这是按照你的要求做的，卷个落沫。香菜、小葱、这羊肠子麻辣，落沫筋道，够味儿。大壮，这羊蹄不老烂乎呀？羊腿要烂乎了，羊肠子都煮化了，吃吧。我不会吃烂的。大帅，辣的我都吃不成。吃的快点，辣都撵不上你。大壮，羊肠越麻越辣，越停不下呀。那是你没吃饱。壮子，我感觉我嘴唇都在跳啊。那你还是吃的少。这菜好筋大，唐叔子，我端回家慢慢吃。我等就是这句话。大帅，你不转个条条钱，什么人还不挣着三两的，还要条条钱呢？不是我这的腿脚，这小子会考虑这地道着。壮子，回去送饭吧，今天可是驴派呀、啊！我失恋了，你不成？这都是恐龙派，我也没心情做了。我也有毛病，过来，站住，走，快说吧。这小子刀枪棍棒你不耍，偏偏耍剑，腿放了命。咋吃？先给驴派做个条条丝吧，再。
再让他搞个小伙，那叫一个地道。就冲着你的地道，开始。做个饭戏还不烧你？你懂啥呀？这叫生活乐趣。自从这小子挨到我儿子体里，整个人都变精神，做菜都有劲了。不错不错，大爷大爷大爷，天准支架了！喂，我操！你给我提死他！喂，给我吓死了！喂，多少支架？还严不严？不严了，不卖了，欠收拾。绿派清洗一下，你小子说说我多你亏你不亏你？血压都给我吓高了。葱姜蒜皮子香芹白酒去香增香，多大的呀？来一丢丢盐，抓出料汁儿，不死怕了，盐盐都好了。烧烤料来一丢丢，倒点塑辣油，腌一个半小时，腌两个小时更入味。你坐吧，俩小时，俩小时。好吃嘴，烧炭去吧，拿着。你叫啥叫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川儿，接我那腿脚，帅不帅？帅呆了，苦逼了。今儿可叫黑熊精在一身贱毛病治好了，那是必须的。明天再不听话，我给他来个五连鞭。绿派烤200度的火，一个半小时。黑熊精，这盐真大，会不会烤糊呀？你懂你啥呀？这里边有水，烤不糊。准备点配菜。咋样，好吃嘴？咦，炫得很！小子，烤得不错呀！我大壮是干啥的呀？这吃烤肉呀，肉还在这生着烤，肉吃着香。不是我这了腿脚，这小子会烤出这地道肉。这是我大壮的实力，狗往嘴里上撅嘴。你要狗吃的？我还没吃。走吧。你要他吃的？我还没吃饱。中午的喝，不喝是狗。伙计们，今日烤驴排，我大壮个人认为非常成功，给大壮打个评分，分如此。滚！这是你吃来？这是娃娃鱼吧？先生，它快挂了，挂都好呀，挂了我3分钟都做熟了，你做熟了我2分钟都吃完。娃娃鱼是讲究的，这大壮该都做了吧？他那厨师一个厨师穿着11公斤的衣裳，他能做好？嗯，这前两顿你也不少管。那你去吧，做好了我捡回来的，做不好了咱可不吃。好嘞。这样成麻辣的呀 ！No problem， 还烧火去吧。好吃嘴，上鱼，鱼来，鱼来，鱼来。别着，现在稍等片刻，回头吃去就来。去吧，现在在鸭城在最初的开线里。兄弟们，今日菜系蒜香娃娃鱼搞起来，给娃娃鱼泡个小鲤鱼。盐增加点底味儿，蒜香娃娃鱼蒜子得多，下去吧。炸黄老虎肥肉，葱姜炸香，倒入醋汁水果醋八角，蒜子酱好油，感情秋肥。今天
灵未灵，不了门，妈的味儿，催婚必出了闸。现在先揉出大拉了呀，这黄下去吧。我的个血瓶，兄弟们，交货满本三十分。好子哉，你可真会问，叫你管来。要完了，大伙收拾。要的，还敢？扫入炸响的三本，一票消灭啊！好吃的乐开花。兄弟们，在家做饭，请勿莫慌，淋上料汁儿。先着先着，我去一问吧。你这老头可真会使啊！我吃个鱼尾顺风又顺水，那有什么不同？老头会的不少了，吃个鱼头一年不疼。朦胧中有你，有你让我就已经足够，你就在我的世界。彩虹，哇，语的挺好。哇，语很多骨头也是软的，也可以软。大鹏，现在哇，语尾巴真长。这个你猜，圆的萝卜，越拉越艰难了，兄弟们，还过瘾呢。好吃的卷萝卜吃更过瘾。阿壮，你做啥好吃的呀？银鱼七大壮，恁叔对不起你，不该欺骗你，不该偷你的肉，今天给你做个最后的告别。咋了？医生说我营养不良，时日不多了，能不能找我嫂子我一再做顿饭？银鱼停，你记住，我大壮虽然不能陪你一生，但能让你打成满满当当开干。小子不好骗你呀，这小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今天做一个大将骨头长。去掉骆驼脚底板，大卸八块，冷水下锅。血腥三鲜吧，太不能少。先这我去洗手吧，你还咳嗽吧。九十八号菜籽油，酸辈爆香，前面亮黄豆酱，豆瓣酱，树皮水，树籽树果，树胶，树纹，树蛋，搞里头下入骆驼刺儿，翻滚吧我的小宝贝儿，生抽蚝油，顶把凉水。要想做菜味道好，辣椒和盐少不了。大火对起啊！好吃嘴，这烧火烧年轻了呀！现在都到这份上了，还不相信我？出锅。没爱吃嘛，伙计们，中午的吃。收破烂！啊！收破烂！我叫你。不装了，
见这吃了你煮的饭，瞬间我可有力气了。原来烧肉呢，那要先讲了。这骆驼脚掌吃着有嚼劲，看着筋，烂乎不烂乎？嗯，就你那拙劣的演技，我一眼都看透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虽然我大壮不能陪你一生，但能让你的大肠闷闷噔噔。就上你咋来的呀？我也来，他叫你来你都来。我就听他嘴说的，人家就正是来给你学做菜的。那学做菜一进门啊，大壮哥都那都是这。不是呀、啊、哥，只要我一进门你都快点吵，我把一看眼瞧我都情不自禁，我都控制不住。人家就生不是来白给你学的。哥，今个你教我做菜，我教你唱歌，这还差不多嘞。走。那还等啥呀？等我这不是走着来。就生，今天教你做个腊肉羊头，第一步清洗很关键，鼻子、眼睛、耳朵、嘴巴得清洗干净。哦。快说！行行行行，就生，不是人嘴叔说你的，这毛病以后得改改。这都到这儿了，你配合一下。我意思，以后真不能做。第二步，凉水下锅。那你咋不下来、啊、下锅得要人配合的呀，下锅了呀。凉水下锅，血腥三件套，太子不能少。接一票98号菜籽油，葱姜缸里头，吓不死你跑啥的跑。下一步挑大点，这都啥呀？数也数字，数活数条，数文数个大，数山楂。一遍我听懂，听不懂就对了。爆香，豆瓣酱、蚝油。哎呦娘，这香味瞬间就上来了，那是必须的。酒厂还是那锅子，没啥技术含量。坐住吧，你弄，我弄就我去。酒厂，阿叔，倒入井把凉水。水滚下羊头，连盐都不放，那中吃不中呀？兄弟们，好战，长跑的。周生，倒入99颗盐，多一颗老咸，少一颗没味。你吃的不清，你尝了尝。不行，你管着。周生，嗯，菜也教了你了，你该教这小子唱歌了。没人配合，我是不学。真当就是最初哈密了，还是我带你娘亲自爱，除了你我谁都不爱。下边是啥呀？今生来世，今生来世不分开。九成准备吃羊头。壮哥，你刚才唱歌唱的不赖，除了难听全是感情啊。那是你教的好呀。你才发生吗？周生，这羊头吃过吗？没有。这可是好东西呀、啊、壮哥，这真的可好吃啊。嗯，宁，这个活做的不赖啊！你哥做啥的，我还来。你拉倒吧，这不是俺兄弟吗？我还来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，滑动滑动。有位艺术家说，这里是吃饱撑得慌栏目组，我是主持人金日贤，大家跟随我的脚步，一起去了解一下大壮和浩叔子的日常生活。走。我上啊！你走。
呸，哪里入的？你俩平时就是这么打闹吗？你这个条观众朋友们，你是不是说我每天做饭不是拉肚子劲，给我吃了受不了啊？这能上电视啊？是的。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大壮用精湛的厨艺做一道红鹰大头，挑战好吃嘴的味蕾，开嘴走。呀！倒计时，石头。哎。给小牛烫个发，做个面部护理。下不了吧？冷水下不够，今儿早上来一锅完了。来吧，下吧，烫烫，去你三角烫，太子不能少。肉捞出来新鲜，手有点干呀，一洗都不干了都。你也不给老子早点说，葱姜三瓣，醋皮水，醋汁，醋锅，醋椒，醋根，醋疙瘩，搞里头，豆瓣酱，甜面酱，土豆酱，爆出红油，情感小肥呀。换家伙，倒入调好的底料，生老抽子调味儿，上色。我为自己代言，烟味不少，咋就烟味？真的暖暖的。老子吃就老味，你老懂呀？你不懂味呀？三个魔鬼小。观众朋友们，平时看他俩打打闹闹的，原来也有和谐的一面。哎，你这人这点老子给你蹲起来，来砸！这段千万不能播，删了，删了。少管理，收牛肉不少。好，好，等我。观众朋友们，这俩人趁大壮不在家又在偷肉吃呢，这种行为不值得提倡啊！再说我阿姨。妈，喝糖了，好好好好，不见了，滚！真的可难活呀！上嘴，拿会儿。这人也不拉，也不见呀。抬手，搁大壮贴边吧。跟他围攻，干这恁俩的，他俩还不吃呀？这点肉真多，够吃两天了。走你的吧！说哪里？你都还不起？走开！我不怂！你黑的怪切的。啥是黑的？低闹！恁俩玩的好好的。伙计们，行这不行呀？主说天热，问泼水的，他泼不过我，他泼热水。谁规定的不准泼热水啊？我插三个手，干活去。走，小伙子，我来就成，干活去。腿，今儿食材不沾湿。这你嫂子聪明。什么？清洗，去除羊蹄儿骚腺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做菜俺是正经的。今天做个麻婆羊蹄儿，开嘴，烧火，天老热咋烧？顶把力！对。放着，秋葵儿，冷水下火，冒泡着，确定三角刀，筷子不能少。你干啥的？倒点香油醋，刚才干啥的？盐盐更入味。你趴一边去吧。老厨冷静冷静，冷静，爱老
为应。下如正门，出门前门算门，斗门下花脚莫回脚，搞里头羊蹄搞里头，翻滚。县志，你确定你这马头羊蹄都扎？你这嘴是足了不说能亏死，你别感情羞愧。鸡丁胡椒粉搞里头，来点关心盐，干根儿。大壮，你这烹饪界的泥石流，厨师界的井字棍，这个菜做不好，伙计们都不敢点赞。叫你做那凉皮儿，我关上，做好拿料味再说。大火收汁，出锅。趁着那蘸饭汁都抽炸了呀！浇上料汁儿，吃饭。软烂脱骨啊！伙计们，这羊蹄筋多肉少，酸的很呀！简直又麻又辣呀，中吃不中？带劲的很。大帅味儿中不中啊？好吃。大壮，咱回家开饭店去吧。这铺卖58，肯定能火。你给我坠鸭子吧！我买羊蹄都花了100多了。不是上座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今天再次支援辉县战争镇。这次捐赠由天上的繁荣小岗爱心捐赠。由于他本人工作原因回不到家，这次由大壮带领物资车辆送到战争镇。大壮代替战争人民感谢你天上的繁荣小岗，加油！黑熊精，你那熊个子不小，熊脖一个。你给我坐着，不信你看看啥是爷们儿，干活就好吃嘴。哎呀，子你们！黑熊精，砸碎点，我今儿也吃。你吃都吃，说一声都妥了。搞定。瞧个鸵鸟蛋，滚！你不喷喷会死？伙计们，那鸵鸟蛋壳。坐着，倒入鸡蛋，倒入鸵鸟蛋，出门江门搞里头，倒入鸵鸟蛋，那是鸡蛋，坐着。生抽蚝油，盐13香，搅拌搅拌。不倒了三毛一会儿就能吃？摸你的头里，你吃不吃？
倒点小煤油。温水和面。你看，这可是力气活呀！花儿，看你表演了。你瞧我，啥都不会，把我。Am schönsten war, sag ich, Sansibar. Es war eine harte Zeit. Zehn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. Hab die Welt verflucht. Und seit sie in der Welt geschrubbt.所以说此情此景有没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啊？只要我开心，天天都是过年。开始过年，腿儿瞄的瞄的。红红火火。同学们，能吃点没？也是。看这小米椒菜卷咋样？你说有点辣呀，你吃的快了，辣都粘不上你。伙计们，吃的都是这个味儿，一口菜卷，一口汤，生活天天真香胖。你说吃点西瓜压压辣，你好孩子。中午的天不吃是冷。啊，真是你解渴呀。哈喽兄弟们，今天简简单单吃个羊头，满口香椒盐蒜，堂堂的菜籽油，灵魂之子交给我了，给我了，给我还我吃住你呀、啊！躺好，伙计们，今天简简单单吃个猪肚，省啃。我操，这就这样腌呀？人家都是吃羊头了，你都吃不到？大壮，你是不是玩不起啊？别啃了，别啃了。你这烧火吧，你看我今儿给你做个啥酸菜炖羊子。小子，这家伙吃不带劲，饶你野猪头。听你的话，别住了，羊子也清洗一下。我都纳闷了，这羊他不吸烟不喝酒的，他的牙比你的牙都黑。你真饶了他当菜货？你怎么说你的牙呀？不洗了，不洗就不洗。确定三件套，孩子不能少。你若老头不烧我站着想当电线杆来，我想当那衣服嘞。你若老头今一来都是想找事的，是不是？你我锁住你那两个大钢牙吧，砸你我。这第一次做龙椅炒菜，先要葱姜蒜爆个香，酸菜搞里头炒黄，炒到微微发黄，盛出白肉。羊肉也煮熟了，咱炒个麻辣丁儿，走里头，我慢点不管。薯皮、薯叶、薯子、薯果、薯条、薯根、薯疙瘩，爆香！麻辣四件套，走里头，倒入鱼汤提鲜，盐、鸡精、白糖调味儿，水开把料渣捞出来。倒入老坛酸菜，咕嘟咕嘟，羊肠、羊汁、羊肺、羊肚、羊血，灵魂之子交给。好了好了，别切了，闻着味儿都是带劲的，再来点汤，
喝点茶吧。不喝，雪糕。这还是羊肠好吃呀、啊。这是我的烟，哦，你的烟，你的烟，吃吧，吃吧，你的烟，你的烟。伙计们，今日总结，在家做酸菜炖肉，千万不要把酸菜洗得太净了。洗的太净，吃着没味儿啊！拿手机来，别扎着架子站着了，过来入戏吧，这给你留了。哎，要是吃剩饭的一天。
一个猪头呀？今天咱俩做一个碳烤猪头吃。哎呀呀呀呀！这是活干完了，是不是让我打桩了？我让你吃，哼！贝姐，我还没吃过碳烤猪头呢，今天呀、啊，让你吃个够。来给猪头探个忙。我们来不及感叹，不如就顺其自然。一条船总有一天。贝姐，估计这二兄怎么都想不到，这辈子还有美女给他洗脸呢。怎么，要不你来给他洗一个？那他就幸福死了。来，不用了。大壮，今天又没活干，你来干嘛？别那么紧张嘛，我只是过来洗个澡。你敢？呦呦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菲菲，你的洗发水怪香的哟。李静，不用管了，去掉淋巴。呀嗨，不擦了，洗你了吧。菲菲，有事了你得报警。这是马虎。葱姜白酒去腥，麦芽糖上色，来炒个大料。五香大料、干辣椒炒香。嗯，这香味一下子上来了。麻辣三件套，水开下入猪头。自然力中间放上木炭，焖烤出香味。煮至八分熟，出锅，撒一点点盐，来喷点油。改刀，撒上自然颗粒。二妹，吃饭啦！吃饭。菲菲，我原本是不饿的呀，怪就怪你这猪头烤的太香了。哦，你就不会吃慢一点啊？大壮，合着你今天泡了一天的澡，就是为了这口吃的呀？人活着是为了啥？贝姐，这猪头烤了，嘎嘣脆呀，香。嗯。菲菲，就你烤这猪头都能开饭店了。你负责干活，我负责收钱，老二负责保洁，咱三个精神合作，那一定能发大财呀、啊！咋不相信我的智慧？朱二叔，上个哼，小庄子，今天恁叔受别人邀请参加个宴会，今天都不给你这吃了。去哪儿啊？山路社会事，少打听。司机，车开过来。崔总，你钱。就别住，能不能工作认真点？这长途高端子，崔总，请做事办的不赖，符合我的气质。发车，他走了我咋办呀？你走，等着我，你车，司机，我撵上前面的车，别给我撵丢了。下车，恁家咋跟来了呀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可是俺亲属的，上去问他呀。上去两千八，啥呀？都两千八？走吧。你咋来了？我邀请尊叔了，不然都不让吃。尊叔，我都等你半天了，尊叔。姐，我可没带上来呀、啊，这小子偷偷坐出租车来的。我还以为咋样高端的宴会呢。今个我给你做个恶鬼炖王八。这道菜我听着都硬，走回家。贤弟，这恶鬼王八大鲨鱼有二十斤吧？贤侄，还有二十斤和二十斤，与你有啥关系啊？侄叔过来，给咱开始整。今儿我给你烧锅。贤侄，食材处理好了，流程咱再走一遍啊。好嘞。侄叔，烧锅。贤侄，大壮整天上火，做的清淡。
明白。啊，我得体重160，你体重起码190吧。壮哥，这都是你的不对，哪有神经病卖卫生要体重的？你又不是女孩，你把我当成女孩。不是姐，你看我这料熬的怎么样？闻着都是辣的。咱的麻辣鹅龟炖王八和甲鱼都弄好了，准属年轻。贤弟，你这王八乱炖，疼得人下嘴呀、啊！又没让你吃，你得多意见干啥？开个儿吃。这老鳖的皮挺真挺弹，胖还是一回吃，看哥的。我们在外注意点你的形象。嗯，这味儿不赖。装啥的？贤弟啊，今天做的清炖鳕鱼，味儿确实不错。我知道你今天得吃清淡的，我特意给你放少辣椒，这才拿到拿，平时比这多。贤弟，还是咱厨子最懂厨子。壮哥，下回我上你那个，我要吃鸵鸟，不吃。我这羊肠子臭烘烘的，你在干啥？再笑，还笑你还笑，再笑挖你！你那腿瘸成那，这啥挖我呀？等把我脚后再挖你！大壮说了，你脚都后不溜。啊！大壮我爷们儿呀！大壮说你瞧我干啥？点着一回高，不是死了你，壮哥！这是大锤让我给你带的羊肠子呀！我的老天爷呀！大锤终于良心发现了，俺好身子的脚好了吧？你笑啥了呀？没事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大壮，这咋吃啊？搁一块牛里脊，今儿给你做一个你见都没有见过的菜。等会儿，面粉、盐。春儿，今儿这黑丝真漂亮。瞧你个熊猫眼儿！跟你瞧我熊猫眼！咦咦！黑熊姐，老娘都不是你的菜！你想多了吧？我大壮都不吃菜。壮子，你可回来了！牛里脊，黑胡椒碎，一碟香橄榄油，酸瓣皮牙子，香肠、葱姜蒜、皮牙子、香菜，搞里头。料酒却行，烧烤料别心疼，来一斤。伙计们，好吃不好吃就看手上功夫啦。你拿这干啥的呀？一会儿你都着了。春儿，这干啥是不着？串肉的，裹上羊王油，捆上羊肠子，转，转。转了3000多圈，搞定，上炭火。黑熊姐，也就你这脑子能想出来。你懂的啥呀？智慧来源于生活。啥时候数呀？3个小时起步。考了3个小时，迎宾人数了，出炉。好吃嘴，准备用膳。快点吧，喝晕了。呀，出来了。看看咋样？这还留着血数的，就不说。你懂的啥呀？这那鸡，这那鸡，鸡啥白？这是鸡啥白？都吃不着。喂，人家国外都是这样吃，你吃不吃？你事儿不少的你。嗯，真香。嗯，一口爆肉真香，香得很。呀，还壮子，这羊肠子筋道啊！你赶紧吃吧，一会儿凉了都不好吃。
羊肠里边裹着羊王油。这牛肉啊，八分熟，刚刚好。中午的喝，不喝是狗。壮子，这这肉串烤的也不烂，外边筋道，中间香，一红嫩。我烤了整整三个小时，那是白烤的呀。咋的呀？你还想吃嘞？大壮，三轮我给你开回来了，去拉一车土，把我家门口坑填一下。我大壮这么大个子，活着就是为了给你填坑，那我的剩余价值也太低了吧？你有啥价值呀？我啥时候让你给我白干我活？今天给你做碳烤猪小肠。哥们儿，别呲呲了。你说的话我已经不相信了。谁刺刺了？你再打我一下试试。哎哎，干嘛呢你？你大壮，我看你还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，不吃饱饭哪有力气干活呀？啊，小肠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干活去吧。谁知道你做了能吃不能吃呀？小壮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把小肠翻洗一下，白面白酒清洗一下，用盐把五香大料炒香，花椒小茴香，红油辣椒面，生抽蚝油，再来点白酒，腌上两个小时，让它入入味儿。大壮，猪小肠我都腌上了，你还不去干活呀？你不让我吃好，我咋干活呀？别想骗我，我才没那么傻嘞。行行行，小豆子，你给我等着。嗯，来点盐巴，开烤喽！一边烤一边喷着油。烤小肠呀，一定要多喷点油。烤至八分熟，出锅。哥们儿，你这不是六个指头挠痒多一点，你直接炒炒不都妥了？你闭嘴！来点青红椒段。二位，你多吃点。嗯，菲菲，想不到这猪小肠烤鸭在煎，吃出别有一番风味啊！别废话了，赶快吃完去给我干活。弟弟，这你跟谁学的？这猪小肠还能这样吃？对呀、啊，是我自创的新菜，好吃吧？好吃，能再配点米饭更好了。大壮，干活吧。你这三人又不是电脑活，我弄不着，我咋干活呀？你这边去，你吃的不少呢。早上吃商店，又添了几碗。大哥，抽死他！听说你来了，说都写啥？虾呀！你个丫头！我说的是这虾呀，这虾为啥不蹦他了？这你有所不知，这种虾生活在深海18000多米，出海即死。这是麒麟凤尾大龙虾。大龙虾我见过，这为啥这么小啊？这你不懂了吧？这是品种不同，这一只虾都要长300多年呀！现这这玩意是不是很贵呀、啊？花儿，你笑啥呀？坐着，这一根虾都要100多块，这两筐它不就是几万块？嗯，你说的有道理呀、啊。听说这玩意做虾饼那是嘎嘎的香呀，真要做不香，遍体鳞伤。把金嘴说，你去烧火吧。花儿，干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壮徒儿，今天给你做个爱心浪漫小虾饼。给我做严实点，过来。
瞎处理处理，好好干活。虾仁清洗，虾头清洗，沥干水分，蔬菜水果做个腌料，葱姜太子去腥，生抽蚝油，白糖盐，抓出料汁，倒入料汁，来好搅拌一下。认真点说，蜜蜂胭脂，青线椒小米辣，香芹西兰花，不喜欢吃辣的朋友们可以放上红萝卜和玉米，打成沫沫，虾仁拍碎。贤侄，我越看越像了普通虾呀。咱叔侄俩连最基本的新人都懂了，你做吧。好吃嘴，你都话多，这他不做了吧？不干。贤侄，我错了，坐着喝茶去吧。搞定。喝口水接着干。鸡蛋，蔬菜膜，玉米淀粉，单身30年的手均匀搅拌。搞定。快点吧，先生，天都黑了，天黑你要回家去了。让他冷静冷静，虾头可不能浪费，油炸。虾头油炸第二遍，撒点椒盐，刷层油做虾饼。春儿，这是给你做的小爱心，九十八号塞点油，放入爱心小虾饼，来一条热狗，翻身，别紧。贤侄，这虾饼的卖相可不咋说呀，咱这都是货真价实。翻身，一个小爱心，啥味儿啊？饼卷的味道。那你多吃点，里边全是虾饺和蔬菜，这一口可是500块呀！啊，好啊！哇，叔叔赞叹的，货真价实。贤侄，我吃了一股海参和鲍鱼的味道，外加一点帝王蟹。那当然了，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虾嘛，要不然会这么贵。这一口500块。贤侄，我没吃一口心都在痛了。这海鲜没有油脂，容易饱，但饿得快，所以说多吃点。这一个虾头30块，嘎嘣脆。再来一个，我还是吃虾饼吧。春儿，也来吃吧，忙了一天了。这个是你的。爽！爽！大家好，我是大壮。由于我厨艺不精，语数临风，谁吃那啥都倒是嘴。在这里，我向他道歉。对不起。摔跤就成。你说你还是人家？我没家呀，没家呀！快走！活蹦乱跳的，这个老娘做干样的，做出这样子。荣活哥，来，大壮有何吩咐呀？荣活去啊！小子真不是我东西，真不是东西。今天好吃嘴带来10只小龙虾，给他做一道叫魂小龙虾。洗刷刷，洗刷刷。龙虾搓呗，贤侄，不是王八搓呗，这是龙虾。没搓吧啊？调个盐粒儿，小米椒、青酱椒、皮牙子、姜末、蒜瓣，小葱、香菜，泡好的大料水，生抽、蚝油、鸡精，来点柠檬汁儿。咦，没味儿。自己代言，
来，你先尝尝。我才不吃哩。给小龙虾泡个调料鱼。倒水。你往这儿倒了。你又不跟我说话干啥？什么人？我不跟你说，你都照往嘴里塞啊！老子出生都会。痒啊呀！不干这，照往这儿倒了呀！铺上荷叶，滚！摆上小龙虾，盖上被子，铺金盖银，举高点。小面看住火了，出坑。干啥呀？喊大锤。小破烂坐住。哎呀，一接紧，二接印，三接聚宝盆。中午的喝，不喝什么喝中。看这肉质 QQ 弹弹。滚。这没味儿了，做了酸梅，味儿上去了吧？上来了。对，赞美一下今天这道菜，龙虾酒酸，美味相伴，漂亮。吃你的吧。